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场景设定啊什么的，然后如果是就算是初次经验啊，对，就是对以前的成抓掉上一个数据，然后就会有一些火焰或是就特效在手上，那是对，而且我们要能够去想象，就是我们这个发射，对对，应该有什么时候，对，然后能拍照。我那没有自信啊，我没有自信啊，我那没有自信啊。